哎，老婆，今天我哥母叫吃饭，你去不去啊？不去。他可是点名叫你的，说要好好谢谢你。不去。你这月老当的还真给人撮合成一对了，平时你不是介绍一个黄一个吗？别贫嘴了。到底去不去？等我收拾一下。那你快点，干个啥事都磨磨唧唧的。兄弟，男人挣钱不就是给女人花的吗？你站哪一边啊？哎呀，我肯定站你这边嘛。咱哥俩今天喝点酒吧，喝点酒。啊、酒就不喝了吧，今天我开车过来的。那没事吧？喝点水。那也行。改天我一定陪你好好喝。行。服务员，来壶开水。刚才那种态度是不是让人看笑话？看什么笑话？他把衣服弄脏，你都不帮我。帮你？就因为一件衣服，你对服务员破口大骂，还凌辱人家。他把我衣服弄脏，我骂他几句怎么了？你说骂他怎么了？服务员也是人，服务员也有尊严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你一句话，他有可能失去这个工作。这个工作对于你我而来说并不重要，但是对于一个服务员，你知道有多重要吗？别忘了，当初你也是服务员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在人间有谁活着，不像是一场炼狱。我不哭，我已经没有尊严，能放弃。人海里别难过，让它去。这首歌。